来看到这花莲县环保局在整修这代替花莲基木段的地下水甲土坝，共发现有污染的状况。附近的民众然后是讲，附近的这水沟常常拢看到这水面顶端有油，怀疑讲因的废水拢无处理，就共排出来。这是代替专门维修甲清洁火车的花莲基木段中湾大排水沟，也共看到水面铺着一片一片油渍。附近民众表示，基木段附近的土地种啥物东西，早就怀疑水甲土有问题。迄水讲袂结实，迄落去，迄流落来，伊迄个以前种莲藕啊，袂结实。整理花莲基木段厂区，清洗甲维修火车的废水经过收集了后，会流向污水处理厂搁排出。因为个花莲县环保局局在去年11月例行性采样中发现，土壤甲地下水内的总石油碳氢化合物是管制大约40倍。总石油碳氢化合物土壤是48500，水的为419，都超过了管制标准。那我们在今年的1月12日已经有公告为控制厂址。代替花莲基木段表示，厂内的废水其实拢有回收，也毋过设备老旧，佮加上污水处理厂破气，才地疏滑流。目前已经停用破气的处理组，也清洗总局，加速新建新的污水处理设施。污水设施的话，我们每天都有排放标准，那环保局人员也会来做出水沟检测，应该没有问题了哈。污泥因为现在是比较困扰我们的地方的。代替强调，污水处理厂是民国60年所起，无法度符合现代标准。也毋过即摆污点品质达到5公顷，环保局表示，若讲代替无提出应变计划，也无改善，会继续依照土污法甲水污法开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